IC 封测大厂日月光上半年的合并营收1133亿元，较去年同期成长14.5%。法人预估日月光下半年受惠于苹果新品上市、系统及封装业务以及各项的电子消费产品出货同步增温，产能渴望接近满载。不仅下半年的营运逐季成长，全年的系统及封装营收有机会可以成功突破三成。